推动民族品牌跨境出海，助力中国制造品销全球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国货出海优品推荐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品牌是 Famous 奈墨，这是一家中国原创文艺设计师品牌，创立于2009年，十几年来一直专注于亚洲女性服饰的舒适时尚，以及如何通过原创服饰来更好地体现东方文化之美。长久的坚持和积累，让奈墨积累了强大的设计师阵容与优秀的品牌设计库，可以说是集百家优势于一体。这就让奈墨的产品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风格，那就是以东方朴素自然的文化底蕴为设计灵感，同时吸取西方可借鉴的流行元素，中外古今的碰撞让奈墨深受广大女性消费者的喜爱。在品质方面，奈墨的产品原材料始终以进口优质高档的面料为主，再配合精细考究的做工、别致的设计细节、优美的版型裁剪，不论是对服装质量考察严格的消费者，还是对时尚设计情有独钟的消费者，都能在奈墨的产品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。江南女子婉约，北方女子华贵，Famous 奈墨品牌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女性之美，是新生代国风时尚女装设计师出海品牌的先锋。